我住在这里的理由中国篇，在访河南小牛固农场，是什么吸引两个日本老人住在这里呢？我告诉你，那个马吉贝斯你等别人说的说不出来呀，在那里了，等一下他们他们来。中国人最不喜欢的日本人就是川崎。もしお二人は日本で会ったら友達になれると思います。多分なれな。身在异国他乡，他竟随身携带。これおふくろはね。これおふくろ。在吃不到日料的中国农村，他绞尽脑汁想到的是。多分下にはあるから。うわすごい贅沢。新鮮だ。但是我们吃不习惯。敬请关注8月20日播出的《我住在这里的理由》。